欢迎收看 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我是 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周二的本地市场情况。澳洲股市在本周二再次出现下跌，目前距离六千点呢已经达到了有50点左右的距离。中国股市 A 股方面也同样昨天有下跌，上海呢跌了0.2%，深圳方面则下跌超过了1.4%。目前上证指数呢是勉强保持在了3300点之上，那同时深圳方面呢目前也是跌破了11000点大关啊。创业板下跌更为剧烈，昨天下跌超过了2.2%。另外方面呢，在欧洲方面几乎也是原地不动啊，这个英国、法国、德国变化呢都在大约是0.1%，最多的不超过0.2%。美国三大指数呢则分别出现回调，纳斯达克、标普和道琼斯指数分别大约下挫，约为0.5%不到一些啊。黄金价格昨天是也是目前是跌到了今年8月9日以来的最低价，目前是在1264附近，而石油呢则保持在56.70附近没有变化。其他比特币方面呢，价格目前是上涨200美元，比特币最新报价在11700美元附近。那么今天我们热门话题着重来说一下的是澳元昨天央行的利率声明，以及呢这两天这个朋友圈被疯转的任泽平关于1500万年薪的事件。好，我们知道澳洲央行在每个月第一周星期二下午2点半都会公布呢最新澳元的利率。昨天呢也是依旧是保持了澳元目前在历史最低1.5%不变，这也是为了过去16个月以来澳洲始终保持在这个利率水平。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澳洲央行的发言里都说了些什么啊。澳洲央行昨天下午公布最新利率呢，是基本上也是按照之前的套路啊，这是国际、国内，然后呢，通货膨胀、家庭啊，这个债务问题，以及呢啊失业率和最后的关于这房地产，这个格式基本上都是延续着过去的格式，所以说一些这个好的地方我们就不说了啊。总体上呢，国内和国际经济目前的走势都和澳洲央行的预期比较吻合。但是我们今天着重来说一些不好的方面啊。首先就是通货膨胀，澳洲央行说到呢，通货膨胀也就是物价未来预计未来在比较长一段时间都会保持在低位。那我们知道这个通货膨胀啊，它如果上不去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呢物资供应，也就是货物太多啊卖不出去；第二呢就是家庭的消费力削弱，没有人或者说没有钱去买。不论是哪种原因，都对经济呢有不好的影响啊。所以说这个通货膨胀上不去是严重阻碍加息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在其他方面呢，虽然现在说到现在这个失业率很低，只有5.3%-5.4%，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这个平均工资依然是很低。想当年我在2006年毕业的时候呢，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的收入和现在我们公司在今年2017年招收大学毕业生所给出的薪水呢几乎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通货膨胀率年均2%来计算，10年过去了啊，现在大学生手里拿到的钱比10年前其实呢已经缩水了20%，他们的这个购买力实际上是下降的。但是这也是说明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增长是非常的缓慢啊，这个10年前的起薪和现在的起薪几乎是一样的啊。那其他方面呢，家庭的债务目前依然非常重，主要是由于房地产特别是房价太高，导致呢家庭收入迟迟上不去，使得呢刚才说到的通货膨胀上不去。为什么？就是还完房贷以后没有太多的余钱能够来消费啊。那么其他方面，在房地产上面，澳洲央行也是说到了预计在今年和明年东部海岸城市，说的就是布里斯班、悉尼和墨尔本，将会有大量的公寓啊供应。其实这也是对于房地产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毕竟我们知道虽然说这个现在的独立房的价格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是如果公寓价格下跌，对于整一个国际上的影响力来说啊，对澳洲的这个房地产都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啊。你看别人说，你看澳洲的这个公寓价格已经跌了20%-30%了，它的独立房还远吗啊？虽说现在暂时还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相信呢，如果公寓价格下跌太多，也会对于独立房造成影响啊。
那么从昨天的这个情况来看，澳洲央行在今年是不可能加息了。那么目前市场上预计澳洲央行最快的加息时间也会在明年的下半年，甚至于在明年的圣诞节左右。因此，由于澳洲央行这个迟迟不动手，所以澳元最终的上涨也会被拖累到明年下半年以后，甚至于是靠近圣诞节附近。今天再说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两天朋友圈疯转的这个啥呢，有关任泽平啊，就是恒大集团以150万人民币天价每个月的薪水，大家注意啊，是每个月啊，说错，是125万一个月的薪水呢啊，聘用任泽平为首席分析师啊。这样一想的话呢，咱们实在是人比人啊要气死人啊，人家是一个月125万啊。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这则新闻只是觉得，哇，好贵啊，这么多钱请一个分析师。其实如果我们透过现象再去看，为什么恒大的许家印会花这么多钱去聘请一个人啊？按理说我们知道世界500强啊，你看他们的这个叫什么CEO 也好啊，董事长也好，年薪过千万的多不多，这很正常。但是如果聘请一个分析师或者是这个经济学家以1500万人民币，那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那么许家印为什么要花1500万去聘请他？其实在我看来，这一点都不贵，因为光是1500万聘用一个经济学家这一则新闻，就已经让许家印和恒大集团在过去几天做足了市场广告。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宣传力度远远本身就已经超过了1500万人民币。那么第二，其实是背后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呢，这个任泽平之前啊是北大方正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在方正之前，他曾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过。那么他的领导啊，我们就不说名字了。他的领导现在呢已经是了核心之一，因此呢，许家印和恒大集团花了1500万搭上了这条线，你说便宜不便宜？在我看来，1.5亿都是很便宜的事儿啊。所以说，很大程度上，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花了1500万，他人傻钱多啊，聘请一个经济学家花这么多钱，其实人家精明着呢，非常的聪明啊。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啊，许家印还被传出限制出境，银行不给他贷款的新闻。短短一年时间，他现在已经超过了马云和王健林，成为中国的新首富。人家靠的呢，当然不是这么傻的花钱了。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仅仅是停留在现象的表面啊，只有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够更好的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么今天晚上大家需要注意的事件呢，是这个在晚上的12点15分啊，美国会发布他们的小非农数据，以及到了晚上凌晨2点钟呢，是加拿大央行的加元利率声明啊。所以今天晚上对于美元以及加元来说，预计将会有较大的波动啊。那么感谢您收看今天 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我们明天再见。